后来这个李应元是乌白生癌来过身。乌白这个名词，咱较罕哩听过。乌白就是伫个咱的胆管、右手管、甲十二指肠交叉的所在，都亲像是一个三叉路口。早期用药拢无症状，才慢来发现。医生讲吼，除非将规律来做胃镜健康检查，也若无发现的时阵，拢已经未赴啊。来到李应元的婚礼的主持，大厅阁有挂当年庆祝伊当选立法委员的牌匾，风度翩翩，充满笑容，拢无改变。即马过身，伊这边大兄大姐拢真唔甘。当然，心肝是真艰苦啊！自细汉到现甲大汉，拢积德兄弟啊。伊做人真好啦，对这兄弟姊妹拢足好。为单纯的庄脚囡仔，由伊转为将军，另外外交手腕被称之为天生的外交官。今年八月，因为人无爽快，请示转来台湾，后期被诊断为罕见的癌症——乌白癌。壶腹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总胆管跟我们的胰脏的管子，它最后会合在一起，然后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个地方，有一个括约肌，那个地方就叫壶腹。它的发生几率大概只有10万分之0.3，甚至到0.46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所以它算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癌症。乌白都未输一个通道，连接真侪消化器官，真细条，敢若0.3公分，若是内底有瘤，就称之为乌白癌。因这个器官真细，瘤则细粒，一般的电脑断层还是超音波拢看无啥会出来，一般拢是黄疸、皮肤泛黄，还是向上散落无胃口，则确诊出来。不过当迄个时阵已经拢未赴啊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个壶腹癌长的位置，如果它还局限在那个壶腹的内圈里面，那当然就有机会做切除，但是它有可能会往外面长，往外面长的话可能就会侵犯到胰脏或侵犯到旁边的一些其他的器官，那到那个程度就不见得能够做手术。乌白癌并无明确的致病原因，不过本身脑右侧癌也是家族有胃癌史的人，定期做胃镜，就这个机会量早发现。